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。我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哈。这段时间我们在读历代志下第29章，从29章一下接下去有好几章都在介绍西西家。在列王记里面提到这一段时间其实有限，篇幅有限，但是到了历代志，他就用非常详细的情况讲，在西西家的时代，他怎么样洁净圣殿，他怎么样恢复敬拜，他怎么样过逾越节。为什么呢？好像前两天跟你分享，历代志讲一个事件，那个事件是西西家在大环境很不好的时候，却能够走出一条蒙福的路来，这是一个事件。可是历代志却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他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可以走出一条蒙福的道路？那是因为他做的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打开圣殿，恢复敬拜。他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在政治改革之前，他觉得我先要改革的是宗教，需要改革的不是我的做事，作为一个国王我应该怎么做事。他更在乎的一件事情是，作为一个属乎神的儿女，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呢？你也很期待你的事业有一个突破吗？婚姻有一个突破，健康财务有突破，先来面对我跟神的关系能不能够有一个突破。而在这一段时间当中，在西西家一段所做的事情里面，他洁净圣殿，他不但洁净圣殿，他先洁净人，因为他觉得在上帝的眼中更看重的其实还不是一个圣殿干不干净，教堂干不干净，上帝更在乎的恐怕是人干不干净，你我这个人属乎他的人干不干净。而西西家在做这些洁净的过程里面，他说一段事，他说他打算要重新恢复跟神立约。我读给你听哈，西西家说，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。哪里是现在立约呢？是恢复那个立约的关系。神拣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的时代，神就与他立约，而且说他的子子孙孙都在这个约里面。只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以色列人却常常毁约背约，把约跟神之间的约丢在一边。西西家知道说，因为我们毁约，我们曾经跟神立约，现在却不守约，以至于我们走到现在这样的光景。如果我们走到现在的光景，不先恢复我跟上帝之间的那个约，我怎么期待上帝祝福我们？那个约里面说，神说，如果你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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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祝福你，恩待你。我要那个祝福，要那个恩待，却不愿意付那个约的代价，我怎么样走回神的祝福呢？所以西西家说，我不但要恢复敬拜，我不但要恢复过这些节期，这些规定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要恢复我跟神之间那个爱的约的关系。上帝也在等你，与他恢复那个生命之约。